王杰的《他的背影》是一首具有深情和怀旧感的歌曲，这首歌展现了他特有的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。以下是对王杰在这首歌中的声音特点的分析。一、情感表现，王杰的声音在《他的背影》中充满了浓厚的情感，他的声音温柔且富有层次感，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使得歌曲的情感更加触动人心。他的演绎带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怀旧，使听众能够感受到歌曲所传递的情感深度。声音特质，音色，王杰的声音具有独特的磁性，音色温暖且富有感染力。他的声音在低音区域表现尤为出色，带有一定的沙哑感，但又不失清晰度。王杰的发音清晰，吐字准确，他能够把歌词中的每个词汇都呈现得非常到位，让人更容易理解歌词的意思。三、演唱技巧，王杰在演唱中对声音的控制非常细腻，尤其是在歌曲的高低起伏处，他能够灵活地调整音量和力度，以匹配歌曲的情感变化，从而情感投入。他在演唱中展现了极高的情感投入，特别是在歌曲的高潮部分，他能够通过声音的变化将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四、歌曲氛围，歌曲听他的背影整体营造了一种感伤和思念的氛围，王杰的声音将这种氛围表现得非常自然和真实，他的声音仿佛是在述说一个故事，使得歌曲更加引人入胜。整体而言，王杰在他的背影中的声音表现充满了个人特色和情感深度，他的演唱不仅展示了他高超的音乐技巧，也使歌曲的情感更加立体和动人。